小马老师，这是你订的船桨吗？啊，对对对，给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叫《这是我的港》，记得来看哦。小丁老师，这是你订的母鸡吗？对对对，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小宋老师，这是你订的仙人掌吗？对对对，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小刘老师，这是你订的椰子吗？对对对，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字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小张老师，这是你订的木瓜吗？对对对，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叫《这是我的岛》。记得来看哦。小杨老师，这是你订的三轮车吗？对对对，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名字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小贺老师，这是你订的红薯吗？对对对，这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蔡国庆老师，这是你订的鸡蛋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包豪老师，这是你订的土豆吗？对对对，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档节目，节目名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侯文元老师，这是你订的鱼吗？对对对，这是我订的鱼。我还订了一档综艺节目，名字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哟。杨迪老师，这是你订的蛤蜊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我订的。我还订了一档节目，名字就叫《这是我的岛》，记得来看哦。